的话呢，哈，最后当然如果要算最高分、最低分呢，其实也非常简单。最高分的话呢，哈，你就是用一个 max，最低分的话就 min 就可以。那实际上呢，在前面这个清单里面也有了哈，就是 max，有没 min 这边有，OK，它就会自动抓到你这个里面所有资料哪一个最高，哪个最低。不过这边的话会有个问题哦，比如说最高分是没问题。但是如果你是最低分的话，哦，你会发现哦，假如说我今天呢要把它取一个最高，最后一个最高最低的话，最高的话呢，当然哦，一定会是我们得到的这个89，没错。但最低它变成负一了，OK，那所以怎么办？如果你要最低的话，哎，那你可能就要想其他的方法。所以哈，一劳永逸的最好方法是吧？干脆哈，就是不要把负一也放到那个串列里面就好了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不要把负一放进来的话，那基本上哈，哎，可以改写什么？把那个刚刚的程式稍微做个改写。那改的地方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基本上呢，大概就是改几个地方。好，首先第一个，把这个回圈的逻辑稍微改一下。哎，那改的方法一。首先，当然你要想说，哎，输入之后，那输入之后的话呢，我只要判断就是，如果它是负一，那我不要放进去，我就直接跳离就好。可是当我不是负一的情况下，那我再输入哦。所以如果我的逻辑啊，特别重要，应该是改在这个地方，在当它输入之后啊，有没有？我想到了啊，不过当然还有其他的写法了哈，只是说，你只要符合实际上正确。其实写法应该很多种哦。那这边的话呢，那我可以做一个 if 怎么样呢？如果当这个输入的资料不是负一的话，哎，所以我可以借用上面这个逻辑。如果当它不是负一的话，冒号，那我才把资料啊，放到这个串列里面。所以这边的话，其实基本上哦，哎，就是在append 上面多一个判断。那请你把，因为你会发现，哎，如果这边判断，这边又判断，好像很奇怪，所以请你把什么 while 后面这个改成 while 一算了，哎，让它做无穷回圈。可是如果无穷回圈的话，有个问题啊，你一定要让它有 break。所以什么时候 break 呢？在 else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我就 else。当它什么呢？哎，输入的什么呢？哎，这个是不等于负一嘛？啊，反之就等于负。如果等于负一，那它意思是什么？break。OK，哎，就改写成这样，所以也就是说呢，哈，我原来哈的逻辑是这样，本来这个 append 也是有，好，本来这个是写在上面的，我把它改成还有一啊，后面加一个 else 是 break，哎，这样就 OK 了，也就是当它只要不是负一，我就放进去，当它是负一，那我就 break，大概是这样子，OK 哈，然后其他的话如果。再 OK 的话，那基本上呢，这个简易就不需要了。那这边的话呢，也不用，甚至这个地方呢，就也不用什么，不用写成这样。你干脆用什么？用那个什么呢？用 sum，这边也不用加一了，什么 total 就等于 sum，哎，把它加总在一起就好了。然后底下的话，这个 average 呢，也不用简一了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等于呢，可以这样直接就除，就是 total 里面的结果除以它里面放的。哎，这样就 OK 了。再来的话呢，最高最低分呢也不用，最高分 OK，但最低分的话呢，你也不用去管说是不是要把负一那个去掉的问题发生了。OK 哈，这个是我想到的一个方法了。所以最后看一下，应该理论上这样 OK 了哈。所以执行的话呢，那基本上哦，我们得到就会是哈，总共几个，最后负一嘛。那当它是负一的时候。有没有？当它不是负一啊，当 break 有没有？是负一就 break 之后的话呢，那意思就是没有把它 append 进来，好，所以 enter 好，我们来看三个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总分，平均最高分89没错，最低分85啊，所以跟负一就没有关系了。OK，所以如果说我们要避开的话，哈，我现在想到的是这样的方法。但你可以想一想其他方法，或者是说呢，是不是还可以另外一个方法？如果你不写成这样哦，印象中可以把这个 else，因为 while 本身也可以
对一个 else 哦，有吗？像我们之前 for 也可以对一个 else 哦，也可以那样写哦。只是我的习惯啊，像我习惯，我还蛮习惯，就是先画好一冒号再说，然后记得一个 break 就好了，这样也可以啦哈。每个人的写法习惯不同 ，OK， 哦，那我们就是把刚刚的程式做一个改写，那我有把那个写完的程式哦，修改逻辑的部分，来把它放在这里 ，OK， 那最后看到结果就是我们要的哈。那待会的话呢哈，那另外的话呢，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？其实你可以看一下，其他应该还有其他的方法，比如说你希望的吗？删掉里面最后一个可不可以 ？delete， 或者另外一个叫什么？在 list 里面的话，还有一个方法叫 remove， 有没有？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哦移除，比如说有负一 input， 哎，我可把 remove 掉不就好了？这也是个方法 ，OK 哈，只是说看起来。哪个方法比较简单？我想你就用哪个方法吧。所以我刚改的第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个程式啊逻辑部分修改，或者是说呢，你不改的话，你可以针对我刚刚讲的，就是这个 remove 或者是 delete 啊去做这个哈变化。OK 哈，那请各位试一下。反正主要就是什么？如果我希望哈增加两个，一个是哪一个最高分，哪一个最低分的话。那可是最低分那个会因为有负一，所以呢，我们希望呢能够把那个资料加进来之后，就不要加到负一就可以了。OK， 不要加负一的话，那有什么方法哈？请各位想想看，我刚刚是改画有一冒号，然后在 input 的下方做一个逻辑。OK， 哦，啊，当然如果你觉得除了这个方法之外，当然还有其他方法，你也可以比较看看，哎，哪一种写法比较简单。啊，如果你不改刚刚那样子，你可以改用 remove delete， 哎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，啊，试一下哈。